从前有一个小……几乎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和一位英俊的王子。但也有一些故事总会与冒险有关。门关上，被锁起来了，我快去看。不过别怕，神秘而英勇的童话侠总会及时出现。呜哇呜哇，童话侠！呜哇呜哇，我永远在你们身边。童话侠，在这趟非同寻常的冒险之路上，他们会有怎样的奇遇呢？冒险。